请容许我为各位介绍我曾经的搭档朱丹回到舞台。 好多年没见了，先跟大家问候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丹。这10年有什么变化吗？我胖了，你也胖了。你知道什么叫好搭档？就是这样，一起肥哈。人家是带你飞，我们俩是一块肥哈。